夏天的风，很记得，轻轻的。Hello, 酷狗。你爱我。变的时候。我这怎么升威了？不是我已经……嗯。也不能电了，哎呀！电池他就会说你特意聚焦某个部位，只想。给大家看一下我新做的指甲，超好看的 ！Oh my god！还知道超管也是个狠人。哎，请问告诉我，我这个手表要怎么让它动起来呀？买了个装饰品，干。不小心被你们看到了，太短了。对，我做完了，拍出来也不好看。他本人很好看，他本人真的很美，他的本人好美，是。就是，或者是做那种银色不灵不灵的那种也好看，多多，对，对呀、啊，不卡呀。我痒了。哎，小肚子，我今天摸我的胸的时候，发现我的胸有一块硬块。我好害怕呀，我该不该得雨了？胸肌那应该是不可能吧，一块可能是别的原因。真的吗？我好害怕呀，我会不会得乳腺癌了？我丢，我明天。Lay another finger on me, you could lose a hand. You could lose a hand. You could lose a. Bitch, are you trying to make me cry? 学姐的发卡才是本体吧？你怎么知道？每天都有不同的发卡，兄弟们，发卡才是我本人，你知道吗？
这个只是我的装饰品，我的是这边，我的左边。学姐的胸软活吗？当然是软软弹弹的啦。我穿的这个这么不明显是件衣服吗？你怎么那么保守？怎么回事？我穿的这么不明显吗？今天怎么那么保守啊？今天很严格吗？怎么今天都这么问我？我可能穿的太保守了，不想发现。我跟你讲，我今天上播前我穿内衣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胸上有一个肿块，我好害怕，会不会得乳腺癌了？要我帮你捏，要我帮你捏一下吗？等我，明天我到武汉去给你捏一下。可以。专业就专业，就是这个推拿的，知道吗？专业推拿20年，真的。好，穿成这样，背着女朋友来看你，可惜你没跳舞。啊，这里不性感了。我本来想今天，哇，谢谢，感谢我猪哥的小厨娘，哇，寿司，谢我猪哥的小寿司。举重是吧？你放歌。我现在一看到这个吧。就这，感谢我天上的飞机。哎，你能不能穿成你右边这样？这个衣服好好看啊！猪哥，快给我上小火！我要迫不及待的换衣服了，猪哥，快来，猪哥，快！这也太美了吧！哎，你是不是跟米娜娜一样大呀？我感觉你好大。所以说嘛，我都讲了，有些人是不用靠衣服的，知道吧？可乐鸡翅是亏了还是赚了呀？那个小厨娘，那应该是赚了吧？毕竟小厨娘才10块啊。哦，米娜娜大，那米娜。我今天上播前还看了米娜跳舞，差点看的我都不想直播了，差点。嗯，对，我也哎，对面这主播真的是动不动就要脱裤子，寿司就这。海鲜大餐，这是帝王蟹。啊、要我给你做个壁纸吗？来，就这个。哎，你怎么？你收到了？你好牛逼啊！嗯，咱们别出那个了吧，太亏了。就吃吃海鲜大餐，我觉得已经挺好了。我现在好想吃帝王蟹呀、啊！这个不是我收的，这个是我在别人直播间别人收，然后我就你截图了是吧？对，就哎呀，你怎么了？你怎么把自己给关了？最近。这个粉丝团打也打不过，这个你看一下昨天那个他们打了那个就是工会战以后啊，天哪！打完工会战之后，我这还怎么打粉丝团嘛？我今天也是这么说的，打完工会战24了，你们工会还是牛逼的。昨天好像刷了2000万，哇哦，谢谢第二名。欢迎麻辣烫六，感谢我家宝贝的有牌面，感谢这个尊严条有牌面。最近出了好多新礼物，都不认识了。你们下次送中有牌面的时候，能不能跟我说一下？我就能不能让我截个大图吗？行不行？噔噔噔噔噔，你放歌了吗？你放吧。感谢我大哥的有牌面牛批。那不是今晚身体。祥青打卡了，祥青出新礼物了，祥青，你们可以送送那个厨女。就这，兄弟们，就这，有什么意思吗？就这就出了60几组。猫猫代播，猫说我来播吧，就这，不播了，坐等就这。乖乖，你又不是在我这打的，今天真的，今天很多直播间都这样的。坐牌，我操！那我们之前那砸蛋不是他妈的白砸的？哎，你是哪里人啊？那个三路，我们啥时候一起出去玩一下？湖南的呀。三路估计故意不理我。你湖南哪里的？长沙的。对啊。还有其他平台的一些大主播，宁北，还有都是湖南的。
对啊，以前熊猫，以前熊猫好几个那个游戏大主播也都是湖南的。谢执念哥的大气。嗯，抽那个要多少钱呀？抽一次，妈妈。哦，算了算了，我这有充电器。妈妈，你这送的啥？感谢感谢我学姐的麻辣烫和面。啥也不是，500块钱啥也没有，兄弟们，骗人的，兄弟们，500块钱啥也没有，兄弟们，实质是骗人的，兄弟们，这就是骗人的，兄弟们，500块钱什么都没有，兄弟们，靠，这好看，真的。兄弟们，这什么都没有，兄弟们，这是骗人的。我这哪里来的？粗面就是粗面，是不是就是就是100块钱呗，对吧？对啊，粗面就是没。我今天还没有收过呢。妈妈，哎呀，学姐送的东西就是香啊，太香了。学姐送的东西实在是太香了。你还抽了500？对啊，我。对啊，为什么我的爆率这么低啊？暴力低的话，不是啊，不可能，基本上不可能一发，最起码也得2发3发，要不你再来我直播间试一下吧。拜拜，我走了。惩罚啥？不惩罚了，拜拜。那好，走了，对面小、拜拜，对面的小哥哥们，拜拜拜拜，谢谢，拜拜拜拜拜拜。累了，兄弟们。哎，我再去试试运气啊，兄弟们。哎呀，我的天哪！号里就剩最后900块钱了。不是，主要是罚啥呀？我都没说好惩罚，没事，都是认识的主播，来试一下。没有，我本来只充了300，我发现我号里还有200，然后我想说试一下，看能不能抽出来一下，因为我看猪哥的运气那么好，结果发现啥也不是。谢谢裤衩哥的星空卡。猪哥点了4下呢，我以为我比猪哥运气好。是不是该跳个舞啊？今天有推荐吗？为什么我运气不可能比你好？妈，这瓜好甜呐、啊！没时间了，啊？没有推荐了，对不起，我他妈推荐白拿了。会不会是你蹭手上那个给你好运了？我也觉得。哎呀，不行，这个点大家都在跳舞，跳舞大家肯定看不上我，特别是我这种还不刺激的舞蹈。You are my destiny. This is our world together. We decide where this is heading. It is up to us to lead the way. Choose your future. Choose your wars. Make them count. Build bridges and break boundaries. Succumb
not to fear or hate, but to absolute unity. From right now, become one.你们有没有什么最近推荐那种就是那种很性感就是很野的那种香水，有没有可以推荐一下的？我明天复查，后天考试。对，我之前的那些香水，我觉得都已经不符合我现在的直播的感觉了。六神 Six God， 我也觉得 Six God 很不太懂香水。你好，你好 PK 吗？你好，冲鼻子算性感还是算野？来吧，我不喜欢，不是那种冲鼻子，就是那种明天没中，笑一个的厨娘啊。中间我们来双倍快乐吧，啊，怎么又双倍了？你今天你双倍过了，今天已经没有，只是最近好懒，感觉好懒散，不想动。那我们就玩不用动的吧，装水管吧，好吧。好，站起来的吗？站起来的会被提醒，如果站起来的话就扭腰，看你。噔噔噔噔，迷弟上头了，也没有上头，再也不玩了，不敢了。惩罚再抽给妈啥？出三个。小香包是什么？你看，他们俩放的一个神经病一样，怎么可能啊？嗯，输了的人就啊，我不要，我不要，这是。对呀、啊。我不要，这个味道太冲鼻了，我的妈。玩鼻丑不鼻虫？嗯。你说个惩罚吧。输了的人弹肩带吧。弹肩带可以可以，弹五下吧。酷吃的最爱哦。要不、okay、不弹多少下，就弹着唱一段曲。可以可以，噔噔噔噔噔，唱两只老虎吧。OK。谢谢光谷，谢谢光谷奇，谢谢光谷奇迹哥的。中间是什么？你定一下。嗯。中间你不是定了吗？中间就扭腰好吧。好，可以。哦，加，我家迷弟呀，给我们家迷弟中一个摩天轮吧，中三个吧。哎呦呦呦，野的一中三个，谢谢老海，哇，老海哥一发入魂哎，老海哥，感谢老海哥。还有个实体卡丁车。哎，我觉得这衣服怎么站起来不太好看？好看，都好看。但凡有两个不黑，一星早就过了。对呀，要是不黑，一星早就过了。我还觉得这个衣服不好看呢，这个衣服它的胸这里太紧了，但是腰这里又太松了。谢谢谢谢谢谢我猪哥，腰这里太松了。好看好看，真的好看，美美哒，好大大大大大大大，太大了。我感觉我今天晚上一直被吊着打，哎，想赢一把怎么那么难呢？腰算了，又亏回去了。算了算了，我们别抽了，别抽了、哦、不要抬着我，我觉得我还可以，有点热了。这个是啥吃的？我妈给我做的。哦，你说这个是吗？这个是魔法蛋改版。
对啊，这个就是其他这件裙子是很长的，是这样式儿。你看看，这人又要出去了，他要把人搞死。你不理他不行，给个安慰奖吧。我天冷，快拉出来了啊！不，快拉满了，还没抽，不抽了。快拉满了，可以抽一下，不然欢迎小新哥白拉了。没被一直吊着打，也就也有被躺着的时，躺着打的时候，太真实了。这是魔法蛋的新皮肤，哎，这个解释很棒，这个就是魔法棒的新皮肤。魔法蛋的新皮肤，这个太对了，对对太对了。这个信不抽都说一晚上了。欢迎，听说改名了要中奖。这样感觉好一点，也只是好了一点点。这衣服还提醒吗？对呀、这睡衣一看就很舒服。对呀、这种面料是挺舒服。你坐在休息一下吧，小橙子，我们聊聊天吧。没事没事，我再扭一下吧，现在还太早。Produce 48，那个呀，那个呀，那个吗？把外面这件衬衣脱了吧，那不行，不能脱的，超跑会生气的。还是那个，我们家能不能三点尊严分啊？最后0.1的鱼翅都点出去了。没事，你坐休息一下吧，小橙子，我们聊聊天吧。还是好吧。哎呦，还是那么早。你最近下午有播吗？我没有播，我不播下午，就播一场。噔噔噔噔噔，谢谢谢谢小新，感谢小新，谢谢小新，噔噔噔。你应该也没播吧？我知道那个我，我也是播一场。我今天而且弄迟了，我本来应该早点起的，早点播的。哦，你播下午场吗？我吗？啊、谢谢我播，我一般8点钟开始播，但是我要改了，我改成下午了，因为我感觉我们家的人都要被我熬死了。那你可以下午播一会儿。这个的话太晚了，确实才8点多睡。我谢谢我一哥，谢谢心情啊。感谢心情来这么一个。谢谢丫丫。在哪儿去的呀？我咋不知道？我鱼馆长的超管管的严，不能脱外边的，只能脱里面的。对对对，是的，是的。太秀了，脱里只能脱里面的。对啊。他是超管管的严，外面的不能脱，只能脱里面的。感谢我银哥的幸福券。所以你要播下午场了，现在。对，一天播几个小时啊？比较少看到我了。我一般都是5-6小时，但是我今天估计播不了那么长时间了。那你分两场的话，就一场3个小时。而且我觉得下午的时候好像没什么人，就我观察的。哇，谢谢小新哥的星空卡。然后再一个就是凌晨的时候也没什么人了。现在都没人，我要拉哭了，我今天都是这样的，坚持坚持，好像很多平台都是这样的。噔噔，你还是挺好的。噔噔，谢谢关注。我还是多亏了我猪哥，不然我也拉垮。谢谢我小新哥的星空卡。
感谢我银哥。你们一个月是播300个小时吗？我不知道哎，反正每天要播5、6个小时。我妈现在跟狗狗吵架。哇，谢谢小新哥的88个星球，谢谢小新哥。小新哥，你怎么谢谢总是在比较神奇的时候出现呀？正是每次都在我 PK 的时候啊，什么啊，这时候出现，欢天上是不是说明我们两个人之间有缘分？欢蓝蓝蓝天下，粉丝永远是粉丝永远的粉丝，从来也不生气。对啊，昨天不是学长来扣字的都没，确实。干嘛？你想让我生气啊？对，他每次出现都不带键盘。你们家有没有那种大哥，就是来了之后只送礼物不说话的？嗯，很少。兄弟们，这是什么弹幕啊？妞妞秀笔，不要啊！不要啊，我这直播间被什么东西盯上了，兄弟们，不要啊，不要啊，兄弟们，不要啊，谁加一加把那照片发我看一下。你们加油卡，我生气的时候可能你没看到，我也生气啊，我不可能没有脾气啊。没有，我发现小对对我没有，我从来没见过生气，我觉得你就是那种看起来就脾气很好的那种小姐姐。没有，我生气的时候你没看到。哎，晚上现在没有人，是不是因为大家都去摆摊了？嗯，不会吧？哎，兄弟们，我懂了，真的，大家都没来，是不是因为去摆摊了？小橙子，我先撤了哈，我就不惩罚你了。没事啊，没事啊。嗯，我们是差两个。不惩罚了，拜拜拜拜。哎呀，多不好意思啊，你这样子。不要，我就想找你聊聊天，我好久没跟你连了。嗯，好，拜拜。嗯，好，拜拜。我今天去楼下的时候，我还去看了一下那些摆摊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先去加一下看看，行，加了之后在群里分享一下，兄弟们，我们只用花一份钱就能看到很多刺激的东西。看一下，跳点啥呢？啊，我好想参加那个，我好想去嘉年华玩啊！可是今年嘉年华不知道什么时候办，而且我本人太难看了，实在是不敢见你们。早上播吧，晚上摆摊只有早上消费了，早上要摆摊卖早点呀，兄弟，你这就不懂了吧，兄弟。摆摊卖你穿过的衣服吧，那谁买呀，我的妈呀。他一命给참얄미워오늘같은날마주쳐이게뭐야머리는엉망인데다상태가말이아니야모른척지나가쳐내맘이방심할때마다불쑥나타나뒤헤엄치듯멀어지는너또물보라를일으켜다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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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또물보라를일으켜다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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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또물보라를일으켜어쩐지오늘알람이안울려아무거나막입었고지각이야안으로몸에나죽은숨을또참아봤지만아이쿠지켜나봐내맘이방심할때마다불쑥나타나뒤에영치듯멀어지는너동물보라를일으켜다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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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can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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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脱肩好起来了呀，又是两发出了，语音区的，哇，太狠了，兄弟们，这真的太狠了呀。太爽了，兄弟们，这真的太爽了！哟哈，种豆得豆，种一个老婆能得两个老婆吗？李孝利，李孝利的舞是没学过耶，我没看过。哇哦！怎么来了这么多人？这是什么回事？超级御姐是吗？歌叫什么名字啊？我感觉李孝利本来就是个很御姐的人。乘风破浪的姐姐，我没看呢，我没看乘风破浪的姐姐耶。那里面大多数不都是唱歌比较多吗？谢我学长，欢迎我学长来了，欢迎学长。那里面不是唱歌比较多一点吗？ Bad Girl 李孝利， OK 搜一下。哇哦，哇，这个礼物好酷啊，麻辣烫。哇，这个太好看了，我觉得这件衣服我要把它修改一下，我要把变成一个上衣。哇，这个哇，这个满汉全席真的好酷啊，我饿了。初舞台的歌都太老了，初舞台的歌都太难了里面都太难了，特别是那个阿朵的，那谁行啊，都不行啊，都不行。我要是会阿朵的，我就出道了呀，兄弟们。对，砸蛋变礼物了，饿了饿了，要不吃点吧，吃点吧。我看一下他的歌，哇，这个好性感。哎，我觉得李孝利穿豹纹是我唯一觉得穿豹纹好看的女孩子。我决定把这个衣服从上面剪掉，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半袖，肯定好看。这个衣服穿全部的真的很丑，我觉得。我决定了，说干就干，兄弟们，你们觉得呢？从这里剪开，从这里剪开，你们觉得呢？从中间把这里剪开。对啊，这个衣服变成抹胸应该是好看的。我操，李孝利好好看啊。我想去吧，快些，我想换一下，把这个衣服剪了，等一下啊。说干就干，我这就开始操刀了。下碗面，我下面给你吃。学姐，音乐和麦克风声音相差好多呀，是我麦克风声音太大了，对不对？等一下。
脑补效果。等一下，你们哇什么？我还没开始剪呢。哎，这就是我剪好的，兄弟们，剪好了怎么样？这儿剪，兄弟们，我要下刀了，这好运动啊！对啊，兄弟们，我要开始下刀了。太厉害了，是吧？太厉害了，顺便颜色也改了，牛逼吧？等一下，我要开始了，100多，报销了。等一下，我觉得我可以的，兄弟们，我这还有超管，我赌10块钱，行，你赌一个那个好不好？你赌一个，我操，不行啊！你赌一个那个满汉全席行吗？你让你妈妈来，这衣服没有100多块钱。觉得我可以的，真的，已经下了刀了，已经不能够。赌一个满汉全席是不是？如果效果好怎么办？你是不是满汉全席给我出？兄弟们，满汉全席，兄弟们，为了满汉全席，我必须。立刻满汉全席 ，OK。这个剪刀不太利索。猪哥，猪哥，我正在跟学长赌一个满汉全席，等一下。没想到有一天我在线改衣服也能够获得。完了，兄弟们，这衣服跟我想象中有点不太一样。妈妈，妈妈有，这剪刀是剪刀不行。妈妈，你能过来帮帮我吗？我知道，我知道，你帮我扯着，我想把这个衣服给。这衣服太长了，我想给它剪一下。你有没有利一点的剪刀啊？小剪刀不是更不行了？那就给我。妈妈买包烟，买什么烟？这个。现在剪那个快递都胶。这快什么呀？这半天剪不开。哎，真的，真的，真的。兄弟们，等着。兄弟们，技术活，兄弟们。
哇，谢谢谢谢学长的火箭，谢谢学长，感谢学长的火箭。等一下，我在忙碌中，我没有飘，我没有飘，我在改衣服呢，我在为了我的。我在为了我的满汉全席而奋斗什么的，我觉得我能成功，真的。对，我在努力剪出满汉全席。我觉得我在，等一下。哎，你们觉得我们就平时直播这种日常，有些很搞笑的，你们觉得发在抖音上会有人喜欢吗？衣服弄完一人一个，真的假的？兄弟们，对不住了。对不住了，今天要发财了，兄弟们！内衬已经被我剪了。笨猪哥，哇，谢我笨猪哥的火箭！等着、啊。等着、啊。不会的哦，建议发舞蹈，舞蹈不行，在那个上面，在抖音上面一点点的勾都不能录的。而且我觉得我的舞蹈挺垃圾的，粉丝团任务关注一下。跳得很好，一般吧，很一般了。等我去。带我大成，我就发。我觉得我们的日常比较搞笑一点，舞蹈也发，梗也发，特别有梗，真的假的？等一下，我是因为呆妹霸王别姬知道的，我就是觉得呆妹很搞笑。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我挺喜欢呆妹，我觉得呆妹是个挺搞笑一女的。对呀、啊，我觉得我在舞蹈基础这方面还是比较薄弱的。你比他搞没有啦，我觉得呆妹比较搞笑。我经常看那个呆妹的录屏，给我笑死了。你带他出，不带他出去，别再给他惯坏了。不是吧，阿 Sir？ 我是来看我感谢的，舞蹈可以练啊。是啊，我最近那个因为疫情，我们这边舞蹈工作室都没开班。兄弟们，我要去换了。成果马上到来啊！看看衣服，我穿过来，你看怎么毁了？我来了。哎，我可以把它改成就是改成这种吧。
皮筋儿。这游泳圈，我咋就游泳圈了？是比刚刚好看多了，别要裙子。其实不要裙子也行，我是想说搭裙子会不会好看一点。对啊，一件衣服拆成，学姐竟然有设，我就说这件衣服真的就是那啥，就是整，就是合在一起穿就不好看。给我抱，是不是还不错？我其实也只是想要这个上衣而已。这件可以，是吧？是不是变成上衣好看多了？哈哈，你说我是不是？哎呀。是不是好看多了？这样说，学长给我抱抱，就是肚子上有点肉了，兄弟们，对不住了，太胖了。兄弟们，就是肚子上有肉。Nice.
丢丢哥，你投食太多，这又得长胖好几斤，滑稽。是的，出了，不亏，兄弟们出了。哎呀，太舒服了，猪哥到你了，猪哥，猪哥不是也要说，这体脂只能锻炼了。是的，我哎，我必须得锻炼了，兄弟们，已经变成个胖猪了。Nice。想不到吧，学姐在做衣服这方面也是很有天赋的。花姐哭了，花姐是谁？花姐是花城主吗？猪哥给我出啊，算了，十发不出就算了啊。老裁缝了，兄弟们。这不开个 PK， 算了算了，不开 PK， 打个别人还要给医药费。兄弟们，他在干嘛？他在玩那个锤子哥的游戏。太他妈牛逼了，兄弟们。没想到我居然是这么的聪慧，哎，对不住了，兄弟们，是这样的，人太聪慧了，就是这样的，哈哈哈。未来职业方向有了，兄弟们，就做去做造型师了，做了20年针线活了，真的假的？你是这个针线活吗？哎，算了吧，猪哥，别出不来就算了，猪哥。猪哥出不来就算了，猪哥出不来就算了，猪哥，猪哥出不来就算了，没事儿，不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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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了，不要了，太拉夸了，这不行。游泳圈好可爱啊，被你们看到了。出不来了，兄弟们，猪哥上头了，停停，停，我操，出了，兄弟们出了，我出货了，出货了。学长都出了，我不出不舒服啊，你们两个是较上劲了是吧？没关系的，我没有存在说比较偏爱学长还是偏爱你，两个都爱好吗？两个都爱。我觉得跳个舞吧，这个时候不跳舞真的是不是人，兄弟们，太不做人了。反正是两个随时都会叫错。
못한 태도 강렬히 몸에 쏙 가려진 volume in the battle 거침없이 지친 굳이 보진 않지 눈치 black 하면 pink 우린 예쁘장한 savage 원하던 대놓고 뺐지 눈물에도 칼로 무배기 두 손엔 가득한 fat chicks 궁금하면 해봐 fact check 눈높인 꼭대기 물 만난 물고기 좀 톡해 난 toxic 유혹해 I'm foxy 두 번 생각해 흔한 남들처럼 착한 척이 못하니까 착각하지 마 쉽게 웃어주는 건 날 위한 거야 아직은 잘 모르겠지 그저 원하면 test me 넌 불 보듯이 뻔해 만만한 걸 원했다면 I'm way to do what hit you with that 뚜루뚜루 Blackpink 지금 내가 걸어가는 거리는 Blackpink 4-way 사거리 동선 한복 사방으로 running 이는 버킷리 싹 다 버리 널 당기는 것도 멀리 밀치는 것도 제 멋대로 하는 bad girl 조금 싫어하고 누가 뭐라 하던 with a bass drop it's another banger 두 번 생각해 흔한 남들처럼 착한 척은 못하니까 착각하지 마 쉽게 웃어주는 건 날 위한 거야 지금 잘 모르겠지 굳이 원하면 test me 넌 불 보듯이 뻔해 만만한 걸 원했다면 I'll wait till I do what hit you with that 뚜루뚜루
sour candy. Call me bored of the prince town on that level. 나의 섹시한 눈빛에 뜬단 빠져나올 수가 없잖아. 새로운 것에 거침없이 넌 터질 걸로 소금 둘이 나의 예나처럼 muscle up. 나의 섹시한 맵시한 모두 따라오고 있잖아. 손이 차워 심장이 세워도 Just wanna say yeah. Yeah yeah yeah. Wanna say yeah. Yeah yeah yeah. 몸이 차워 뜨거워 미쳐도 Just wanna say yeah. Back to the future. Wanna say yeah. Sexy retro future. Retro future. Gotta smile. Retro future. Retro future. Come on. Retro future.
忘记开麦了，兄弟们。我每次都忘记开麦，真的是个憨笨逼。我跟你讲，经过我的这几天，昨天晚上一夜的努力学习，我的科目一已经达到了可观的90分，兄弟们，你们的青春要结束了。你们的青春结束了，兄弟们，估计90分是作弊的，怎么作弊嘛？考完89就完美了。我有一次考的也是89，你知道吗？老清洁工了。把帅帅经验，你的衣服要掉下来，就是这种要掉下来的感觉，让你们感觉欲罢不能。但其实它不会掉下来，因为它太紧了。我上午做了一上午的题，下午去考直接过了。你是不是以前本来就有基础啊？我是一点基础都没有，我就是一点都不懂车，你知道吗？这什么交通规则，右让左，左让直，转弯让直行，还有什么什么的，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右让左，左让直，转弯让直行。我不会开车，万一掉下来，兄弟们，我就上央视了，兄弟们。我不是学舞蹈的耶，我这个真的不会掉，因为它真的很紧。你看我这边拉链都没拉上，因为我的太胖了。左脚刹车，右脚油门。对对对对对对。欢迎蛋蛋。我跟你讲，那个我的学弟啊，考了3次科目一都没考过。欢迎小鬼。油门刹车一只脚啊，宝贝啊，是一只脚吗？不会吧？怎么会是一只脚呢？科目一可没教我这些啊，这不怪我，属于我尝试不太那些。自动挡是一只脚，左脚是离合呀，离合是什么东西啊？离合是什么东西啊？我已经去改成自动挡了，兄弟们，我现在不用学手动挡了。你还是别上路了，开车不是有嘴就行。离合是干嘛的呀？别学了吧，才哪到哪就让我别学了，我还没开始呢。踩离合就可以挂档，好好活着不好吗？换档，我都不知道，都不告诉我。你们多应该在这个直播间跟我科普一下这些知识，真的，不然我就搞不好了的。我跟你讲，而且是有些题目真的是很刁钻，我给你们来几道题，好吧，你们自己来选择，好吧，我给你们出几道题，是真的是因为这个太刁钻了。好的好的，拜拜拜拜拜拜，笨猪哥，拜拜拜拜，猪哥晚安，我的猪宝宝。来，这个题
你们请选择，你们请回答啊！你们这些马路王者，请回答，这一组警察的手势是什么？请回答，你们回答的对吗？老司机出来答题。我学的是自动挡，不应该是 C 一吧？靠边停车，右转弯带转，你放狗屁！靠边停车，不给你们看选项，你们不是老司机吗？自动挡 C 二哦，这怎么可能是靠边停车呢？这怎么可能会是禁止开车呢？这怎么是右转弯带转呢？你们还说你们是老司机，人家这明明是变道信号，这明明是变道信号啊，兄弟们！这明明是变道信号，你们还一个个搞的，我以为你们看科目一多牛批呢，结果你们啊，人家这明明是变道信号，真的搞笑，还说我呢，哼，你们跟我有什么差别啊？我只是不知道离合而已。变什么道，撞上去就对了。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差别在我们有证啊，我不听，我不听。我开了三年车都没遇到交警站中间指挥。我给大家再来一个啊。我来一个，等一下，离合就是你开始跳舞的时候，油门是开火车抖的时候，刹车就是超管。兄弟们，我懂了，兄弟们，离合就是我开始跳舞的时候，油门就是开火车抖的时候，刹车就是超管来了。这我懂了，兄弟们，我突然懂了呀！不会吧，不会吧，不会真的还有人在看科目一吧？我还在看。谢谢蔡哥的办卡。这一题啊，这一题我觉得也是他妈的让人摸不着头脑。请问这个标志是什么含义？请回答。考试还有过轮胎，整个驾校就五个人抽到过轮胎，我就是一个。过轮胎是什么意思？请回答这个标志是什么含义？哎，你们说这个是什么含义吗？你们是说吗 ？A， 我不说选项了，说选项你们就知道了，你必须自己猜，这是什么含义，兄弟们？是不是公交专用车道？我选的也是公交专用车道，兄弟们，错误了，兄弟们，我选的也是公交专用车道啊，兄弟们，他给我说错了呀，结果。兄弟们，真的，我给大家科普一下知识，这个不是公交专用车道，兄弟们，这个是 BRT 车辆专用车道。 BRT 是什么意思呀？我没懂 BRT 是什么。
什么 A 什么 A 呀、啊？大型客车装车道，你们还说你们，人家明明是 BRT 专用车道，还 A 都出来了。哎呀，你们刚刚嘲讽的我那是一溜一溜的，你们怎么现在做题的时候就不行了呢？啊？哦，只有 BRT 是别的车进不去，只有专门走 BRT 扣三分，罚款100，真的假的？那我确实要好好记一记了。还有这个标志，我真的是让人难以回答。快速公交就是 BRT， 哦，请问这个标志是什么含义？请回答这个标志是什么含义，兄弟们，请回答。请问有 A 选项，无人看守的铁路道口 ；B 选项，有人看守的铁路道口 ；C 选项，多股铁路与道路交相交 ；D 选项，立交式铁路道口 ；A， 无人看守的铁路道口 ；B， 有人看守的铁路道口 ；C， 多股铁路与道路相交。D 立交式铁路，都选 A 是吧？你们当时驾照怎么拿的，兄弟们，你们当时驾照是怎么拿的？兄弟们，你们当时驾照是怎么拿的？你们怎么好意思嘲笑我？哎。你们刚刚嘲笑我的时候，那可是一溜一溜的。我结果做题的时候，好像你们也比我好不到哪里去啊！啊啊啊！你咋选 D 呀、啊？我就是看不懂啊！我以为是个猪圈呢，我就是看不懂啊！不是你们老说我什么，说我是马路杀手，我看你们好像也不太能行啊，不差这一题，你们已经做错两三题了，兄弟们。好，再来一个啊，这个也是我难以理解的，这个标志是什么含义？这是什么含义？我不懂啊，这不是条纹吗？这是不条纹的含义？这不是条纹的含义，但是我看题我说什么呀，这是发廊，兄弟们，这不是发廊吗？兄弟们，这不是发廊吗？兄弟们，表示前面有发廊，不准开发廊，理发店，兄弟们，这题的意思是不是不准开发廊啊？兄弟们，哎，不是，你们是不是觉得这题很有？对，这一题是左侧通行，就是发廊是蓝色，红色就是不准开发廊，红色就是禁止开发廊。对，这边是左侧通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是左侧通行，这个是左侧通行，是吧？这个是吧？是不是这题目很奇怪？谢皮卡丘的飞机，你们说这能怪我吗？我第一遍做了五，导流线也不对，导流线不是这个。我昨天科三刚过学姐，我看。哎，我再给你们搞几个我难以理解的题目啊，兄弟们。我给你们讲，确实不怪，要怪就怪魏展轩，炮友努力，努力把所有人带沟里。
等一下。等一下，我找一些比较让人难以理解的。难以理解的题目，等一下。等一下，我找几个难，就是我觉得难以。这个妹妹一发入魂，什么一发入魂？哎，不对，兄弟们，你是考的，你是，虽然我开车五六年了，侧方依旧停得很烂，你考是 A 照吗？ A 照是什么意思啊？我是 C 照呗，兄弟。哎，就是这个图片，就是我，你们猛的一看，觉不觉得这个图片总是会有给人有，我发在桌面上啊，这我昨天发现那个图片，就是你们看这个图片，就是你们猜这个图片是啥，兄弟们？这个图片，你们猜这个图片是啥，兄弟们？直播间开火车不需要驾照，兄弟们，你看。兄弟们，你们看这是啥？我在我朋友圈第一眼看见，把我吓死！我说这啥玩意儿啊？手吧，手，对，是不是比较具有迷惑行为？这个是不是第一眼看上去会有比较迷惑？是不是像光着屁股？哎，这道题也是我觉得很无语的啊！你看这道题，这个标志是何含义 ？A. 向左变道 ，B. 车道变少 ，C. 河流处 ，D. 应急车道。A. 向左变道 ，B. 车道数变少 ，C. 河流处 ，D. 应急车道。这一题也是让我难以抉择，难以理解。B 是不是你们都选 B？ 哎，为什么你们都选 B 啊？为什么我觉得是 C 呀、啊？为什么不能是 C 啊？我知道是车道数变少，但不就是从这里河流了吗？为什么不能写河流处呢？我选的是 C， 但是正确答案是 B 呀、啊。这难道不能算是河流处吗？我觉得是河流吧，你们觉得呢？河流没有水呀、啊，二合一算河流，这不是二合一吗？啊，这不是二合一吗？这不是二合一的意思吗？三合二，哦，这是三合二，原来如此哦，原来如此哦，哦，原来如此哦。
来，我给你们看啊，几组逼死我的题目啊。啊，等一下啊，这个和这个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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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请问以上哪一个是停止、禁止通行的一个？请问哪一个图是禁止通行？哎，这个是什么？请回答。请问他这是什么意思？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你们猜吧。图一是让你别站着开车。这是什么意思？减速。真实开车情况是开到交警身边问他要干嘛？干嘛？这是什么意思？往右边走，往说往右边走的，你这个驾照等于白考，兄弟们，靠右啊哈！你也驾照白考，向右行驶，右转信号，手放手累了放着休息休息，你知道这是什么信号？你们猜吧，等待也不对，减速也不对。靠右也不对，等待不对，靠右停不对，不对。右转等待不对，右转等待不对，想公布正确答案。以上是左转弯，左转弯待转信号，兄弟们。这个意思就是刷火箭让你通行。这是左转弯等待信号啊，左转弯请在右边撞我的意思，左转弯等待信号，我一开始以为是左转弯信号，后来是左转弯等待信号。哎，你们说这题我考五十分，这真的你说这是不是这题的问题，跟我有关系吗？是不是大部分人都做不出来，就是这个题有问题，跟我没关系啊。五十分就是你的问题。五十几。你就记住，等会儿撞我，右边撞我，左边撞我，右边等会儿撞我，左边等会儿撞我就完事儿了。叫你说你在爪子，让你开过来，听到吗？科目一都是四选一，不对，二选一或三选一或四选一吧，都八十分左右，冲击九十分以上，来个五十分，中国1%就是你。五十分，不愧是你，那是当然，没有点东西，没有钢筋钻，怎么感染瓷器活？低于九十分，不就请离开，请离考场了吗？要我说，五十分这辈子干脆别碰方向盘比较稳妥。哎，我之前在小红书看到说，一个女的刚拿完驾照，开了不到一个星期，车就报废了。你说我会不会是那个女司机啊？有些人还没侧方停车就已经止步不前了，是在说我吗？
你不用一个星期。正常你错了十题就被请出去了，真的假的？那我考试如果正常是错十题就被请出去，那我不是刚坐那儿刚开始考试就被请出去了，兄弟们，那我不是刚看坐在那儿就被请出去了？不会吧，一个星期手刹没放下来，什么意思啊？你应该就是拿到驾照当天就被吊销驾照的那种女司机。我今天在抖音上看到了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女司机在高速公路上逆行，笑死我了，骑车直接撞 4S 店玻璃门，哦吼，保修。刚领完驾照就被吊销了，兄弟们。不是一天有两次考试机会吗？我不知道哎，我就是打算一次过。兄弟们，你们觉得我能一次过吗？兄弟们，被大卡车撞了，我也看了。是的，你们看那个抖音没？那个女司机她开开开，然后她发现她不知道为什么她逆行了，然后被大卡车撞了。你们看那个没？我给你们看，我给你们找。低于80分没有两次机会的，我觉得我能一次过，真的。驾校可能会以为你是对面驾校派来捣乱的。哎，我把这个，哎，这个怎么？对，高速公路逆行掉头，对，我给你们看啊。这个怎么？这个没办法保存，怎么回事？来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看的时候笑死我了，我觉得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啊，兄弟们，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啊！你不要过来啊！跑步走！哎呦我的妈！抖音，兄弟们，这个视频我仿佛看到了我自己，兄弟们。哎，这个比较搞笑，我发这个比较搞笑。兄弟们，这个比较搞笑，发这个视频，等一下。一出门。等一下，这个比较搞笑。反正我就感觉我仙气儿飘飘，仙气儿飘飘。顺便的口塞了，蹭，你不要过来呀、啊！完犊子了！这个比较搞笑，你们看到了吗？这个版本的比较搞笑，我感觉。再给你们看一遍。一出门我就感觉我仙气儿飘飘，仙气儿飘飘。顺便的口塞了，蹭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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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蹭。你不要过来呀、啊！完犊子了！怎么有这么多车都在逆行？我仿佛看到了我自己呀、啊，兄弟们！我感觉这就是我本人呐、啊，不心动挑战。哎，等一下，对呀，考试结束零分，这个也很好笑。哎，等一下，大家来看看这个。等一下。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扣100分。您的扣分上路是不按规定。等一下，这个也很好笑，兄弟们。等一下，我们看这个。使用安全带扣100分，您的扣分上路是不按规定使用。
戴安全头盔，考试结束，零分，不合格。求你们，求你们，零分了，兄弟们。考试结束了，兄弟们，还没有开火呢，还没启动，兄弟们就结束考试了。我仿佛看到了考试的我，还要坐副驾驶的。还没开始就结束了。感觉就是我呀，兄弟们，今天呢，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挑战一个憋笑挑战，兄弟们，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一个憋笑挑战。之前跟大家整过了不心动挑战，今天我们来一个憋笑挑战吧，好吧。我喝一口水，然后憋笑。憋笑挑战啊。我是被呛到了，重新开始。这个不行，这个不行，换一个。等一下，我这次肯定不笑。发现自己真了不起，就让我们呼啦啦啦。
去，我要开飞机，我要当经理，我要拿高薪，还有冰淇淋，我要得第一，不能太费力，我们和旅行起去，最后才发现不要可以。我也曾经跑第一，是因为第一才有血皮。我也思考人生意义，才发现自己真了不起。忍不住呼啦啦啦啦啦高歌一曲。我要开飞机，我要当经理，我要拿高薪，还有冰激凌，我要得第一，不能太费力，我们和旅行有灵犀。噜啦啦啦噜啦噜啦啦。为什么我觉得每个都那么好笑啊？为什么我觉得每一个都那么好笑啊？怎么每一个都那么，我怎么觉得每一个都那么好笑啊？我们看一下土味视频吧。裤子掉了那个真的好笑，土味视频。兄弟们，我们来看一下土味视频吧。不赚钱。哎，这个必须得看，兄弟们。我发，现在我出来。兄弟们，我们来看一下土味视频。面包车撞拖拉机没有？没有。土味视频看一波啊。工作。又嫌没人陪他，我放下手上的砖，就无法抱你。爱情的时代已经过了，面包的时代已经到了。其实仔细想一想，不是女人习惯，只是时代变了。不是时代变了。是你奇怪呀，哥哥。晚安。别走！别这样好吗？每一段真正的感情我。我不会一个人走过，这句话根本就没一点毛病。如果就是搞不明白，为什么那个哭出来那个人是我，而不是你呢？为什么？如果真的有在人在街上这个样子对我，我会觉得很丢人，我赶紧走的，我打辆车去哪儿都行，只要离开他。哎，如果真的你男朋友在街上跟你这样搞，你不觉得真的很丢人吗，兄弟们？哎，如果你们的男朋友或是你们的女朋友在街上这么搞，你们不觉得很丢人吗？祝早日拿到驾照，好的呢。我都没看到，啊。你也知道。我不认识他。哎，这个舞，兄弟们！哎，兄弟们，这个舞，兄弟们！哎，兄弟们，这个舞我必须学一下，兄弟们！哎，我的，兄弟们，这个舞是不是可以学一下，兄弟们？等一下，我觉得这个舞可以学一下，兄弟们。这个舞是不是还可以？等一下啊。
这显得我发际线好高啊，兄弟！这显得我发际线好高啊，兄弟！视频没什么的，学姐你不搞啊？哎，我觉得这个，哎，我们把这个可以作为惩罚，你知道吗？嗯，悟性不错，一学就废。哎，我们一会儿可以惩罚别人做这个呀。一开始的精髓没学到，没学到。是的，他那个精髓怎么这么难学？你看那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肯定是个混社会的痞子。走吧，走吧，离那种人远点。喂，干嘛？拿出来，凭什么？我话不说两次。谢谢谢谢，不用谢，天冷了，买件衣服穿。他，我发现我俩挺搞笑的。怎么说？原来看人真的不能只看表面。我虽然是个痞子，我虽然是个二流子，随便怎么评价，活出自己的样子就行。我尴尬的用脚在地上抠出了一个。米奇妙妙屋，我是阿伟，点个关注吧。别伤心了。哎，不是，这男生头怎么那么高啊？你昨天才刚跟我分手，道德光热的嗨，那样让人买衣服穿，穿棉袄。和他在一起。别嘚瑟，他的现在就是你的将来。认真。他以前很爱我吧？他爱你是真的，但他花心也是真的。他的爱就像街边的传单，人手一份，并不是单独给你的。我天哪，看，看不下去了，我有点。有点看不下去了，整道德光，土味老周淑仪了。哎，待会输了就用这个惩罚，大伟伟，哎，我看找一个女主播玩一下，太土味了，太尴尬了，我看这种土味视频受不了，有点。我的天哪，惩罚我已经想好了，惩罚说吧，惩罚你不是你有这个衣服吗，你把这个你把后面那个这样拉到这儿来，嗯，然后就你懂吧，就拉到这儿来，然后就是我知道了，无脸男吧，是吧，对对对，嗯，然后用这个造型跳一支性感的舞，好吧，你有病吧子然，你有病吧，啊，性感舞不会，跳舞跳舞不行，跳舞不接受，跳舞我跳啥舞呀，我呀不接受跳舞，换一个，换一个，那就一大老爷们儿要我跳舞总马老二跳吧，要不你输了马老输了他你跳啊啊，这我弄个这造型可以，让我扭两下不就完事了吗，行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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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马老二，你输了也是一，你输了也是一样，好吧？让马老二跳吧。马老二不好意思，马老二又他妈围了又，真是。为什么？刚才坐沙发上，直接就坐那，坐离我老远，现在真是就他妈怂孩子，太怂不行。好。什么惩罚？这挺狠的哥呀，就是捂脸男，捂脸男，咱们脸就别涂全白了，行吗？得涂吗？不用涂脸，只是把那个弄上来。不，我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弄成捂脸男，然后这画一道红，这画一道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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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吗？我用红色的可以吗？也可以。然后你是跳一段舞，我是牛一分班，行吗？我就干牛一分班，干牛，甭管我怎么的，我干牛，我就三号我牛啊。好。我不会跳舞，会跳我就跳了啊。好。啊 ，OK， 那咱们现在这0-0是不是有点尴尬呀？我们说了半天都没得人上啊，我拉垮了大伟。不是学长哥不回归了吗？他走了。不，他不能走，笨猪哥不还在了吗？笨猪哥呀，笨猪哥睡觉去了。笨猪哥绝不可能睡觉的，你可别唬我了。感谢我遥远哥的摩天轮，谢我遥远哥。三哥让我打，结果三哥说去打吧，我帮你。然后结果他说连了之后他说，哎，不知道一张办卡够不够啊？你觉得够吗？我觉得应该是够了，自然够了，总比没有强吧，对不对？总比没有钱吧，对不对？没有，总比没有强吧。C 先生，那中间的话，我们就玩，举重吧，好吧？妈玩，你有病吧？我操！太凶人了，我操！真的，哎。你现在跟马老二同居了吗，大伟伟？对呀，欢迎我奶哥呀！你们现在同居了是吧？什么干就，我操，大哥呀，我不撒谎，大哥，咱俩见面我给你找20个大哥呀，你某哥哥啊，大哥，我告诉你这事儿。20个什么？我划了大某哥哥。大哥哥，让你划了大腿哥啊！我操！谢我神西哥的可乐鸡翅啊！火速给我跑步，这把咱好好玩，火速给我跑步，火速给我跑起来，跑起来，火速给我跑起来。谢谢我神西哥，哎，哇，感谢三三哥开通的子爵，不是一个子爵，我的天哪！继续给我跑，感谢我遥远哥的火线，谢我遥远哥，谢我遥远哥。干嘛了，子然？干嘛了？感谢毛毛，谢谢毛毛的办卡，谢谢毛毛。感谢我遥远哥的又一个火线，谢我遥远哥。我的天哪！我操！哎呀，硬气真的，我最近真的很少打这么硬气的架了，真的太硬气了，我真不撒谎，就是真的，我的，给我跑快一点好吗？咱给我跑快一点，跑快，干嘛了？给我跑快一点，宝宝，给我跑快一点，宝宝，你干嘛？你怎么总捡东西呢？我的天啊，给我跑快一点。给我我大哥说了，火速给我跑！感谢我遥远哥的又一个狂欢火箭，谢我遥远哥！兄弟们上一上，兄弟们小票上一上，给他皮给他打没！哎，跑起来，有条件跑起来！感谢我笑哥的卡丁车，谢我笑哥呀，谢我笑哥！兄弟们，天哪！兄弟们，谢我大炮哥呀，谢我大，哎，大炮哥上点小杰哥也行，看见没？我的天哪！我操，加了这么多助力呀！我操，哎呦，这玩意儿挺带劲啊！我操，这玩意儿能加了吗？500。
滚刀滚刀，没有医药费，哎，没有医药费，告诉你没有医药费，滚刀啊！姚元哥，他偷塔战术，你信我呀？这事儿啊！我们家一个子爵都不好使。偷人头，他好个人头。感谢小雪的个，哇操，谢我雪黄了，牛逼，这大哥可是太狠了，谢我大哥呀，谢我大哥，谢我雪黄，牛逼，拿捏你知道了吗？是的哥，是的哥，相信我，最后别一秒去世了，打死了，哎，真的就是话说的，我觉得特硬气，真事儿，哎呀，觉得我的天哪，自然都不说话了，兄弟，没脾气了，打没脾气了，打没脾气。没脾气，那是姚元哥，怎么小姚？那是姚元哥，哪是小姚哥呀？我的，哪个是小姚哥呀？怎么小哥的可乐鸡翅？感谢我神西哥，感谢我神西哥的小鸡翅，感谢我雪黄啊！谢我雪黄，半黄好听，半黄啊，兄弟们，半黄，来个吧，半黄牛逼。牛逼，半黄出摩天轮了，我操，哇大宝宝，这一叫半黄我运气好起来了，我操，感谢我遥远哥的四个火箭，谢我遥远哥，哎哎，路过的兄弟们凑个银头，路过的兄弟们凑个银头，路过的兄弟们啊，凑个银头，兄弟们受累啊，路过的大哥能凑个银头吗？路过的大哥呀，累了吗？自然累了吗？不累，不累呀、啊！啊，不累！我的天哪！路过的兄弟，凑个银头，兄弟们，凑个银头啊！都来一毛钱也没有吗？一毛钱啊！美食区怎么那么老穷呢？怎么？谢谢哥哥的幸福券。休息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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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对，最近都没赢多大，微微。休息吧，休息吧。自然以后还票吗？大哥，哥呀，哥，咱们赢了再吹牛逼，赢了我再吹牛逼。哥，谢谢金枪，谢谢兄弟，哎、兄弟谢谢赵木，不敢。赢了再吹牛逼。大哥再也不敢了。赢了再吹牛逼，别回来，奔猪在了，奔猪挺狠，奔猪这事儿啊，奔猪一个礼拜给自然刷了33万奔猪，奔猪挺厉害，奔猪这事儿。欢迎公公哥，欢迎可乐，欢迎邦银哥。一会儿这牛逼吹过了，最后输了，就这个娘们儿，还能黑死我？你信我哥呀？这事儿啊，我告诉你，只要这把他赢了，我告诉你，他马上就变脸，他现在跟个小猫咪似的，一会儿我跟他就是小老虎，知道吗？没有，我一直都是这样，我真的好可怜。哎呦我的天哪！大哥，欢迎麦哥帮我凑个人头，麦哥，让我赢一次吧，点一毛钱。感谢我外哥，谢我外哥，可乐鸡翅，谢我外哥。啊！不要啊，兄弟们，偷塔！有没有奇迹？偷个塔！来、啊，过来嘲笑他，过来。过来嘲笑他，昨天他怎么打你的？输了，输了，怎么输了呢？哎呦，哎呦，哎呦！嘲笑他，嘲笑他。人呢？我是假的吗？当姚元哥是假的吗？我的天啊！哎，我的天哪！哎呦，我的天，输了！哎，我人呢？我操！我家停电了。我等会儿跟你说，我家停电了。哦，我天！我以为举报我又来了，我操！我以为物业又来了，吓死我了！我的天！哎，我停电了。你在左上，你在右上角，我看见你了，右上角。
啊？你在右上角，你看他在那儿，哪儿呢？没有啊。他把关了，他这会儿关了，他刚才就是没有啊，我家停电了，我操！我电电连你，我电连你。我大哥问你服还是不服？我服了，我服了，大哥，我服了，大哥，大哥，我服了。服了呀？服不服？今天我就硬气一把啊！不服继续揍你啊！我的宝宝。嘲笑乘以二，这 U 先生来了，不是啥好人呢。我家停电了啊，一会儿咱们再说啊，拜拜。火速惩罚呀，自然啊，自然啊，别昏倒啊，自然。你看得见我吗？不没了吗？别也快点的。没了没了，我停电了。哪么回事儿？要要我冲，我必须得给。哎，来电了，兄弟们，来电了，兄弟们，你说巧不巧？有医药费就来电。医药费我给你个啥呢？咱俩这关系，我想一想吧，我这绝对不少给你的。这事儿，咱俩这关系都是好朋友，是不是啊？走，这火箭能不能把这小肚子这个禁言一下？火箭医药费，我的天，疯！我的天，那天给丑我给俩火箭的时候，不是那天了，没火箭不做。我的给这小肚子能不能禁言？我的天呀 啊！能不能给他去了？能不能？5个，给五个这个，一二三四五，哎，好嘞。给完了，自然看见了吗？人呢？兄弟们，对面的兄弟，我给没给医药费？觉得我给了，扣波一。给了，给了。我问对面的兄弟，支持自然的兄弟，你知道？你相信我？支持谁？还是一。小肚子，小肚子是运营，兄弟们，小肚子是运营，给我看啊！小肚子运营看不见。最少给一个办卡吧，若琪有点过分了，哥，我给荧光棒，我给的。你直播间扣弹幕的人挺多呀，老二爽，老二爽了吗？姚元哥问你爽了吗？我充值啊，等我充值，自然我不撒谎，我都没钱了，我操！太没劲了，姚元哥，我现在太难了，我现在医药费别去，我来啊，我来啊，自然的医药费交给我，火速给我们跳个小舞蹈，快点的。你跟大马猴似的，我的天哪，我的天哪，那里边有个表情就是大马猴。谢谢大伟的飞机。怎么还挺不屑呢？怎么呀？哇，谢大伟的飞机，大气啊。开玩笑开玩笑，节目效果，兄弟们，节目效果，两边兄弟节目效果，希望给你们带去快乐。我开玩笑呢，小肚子，哎呀，我的天！那火速给我们跳一跳，兄弟们，截图自然的无脸男发到他的鱼吧，对面的兄弟啊。然后底下评论：今天自然太美了，那。开飞机过去送的荧光棒啊，对哥。这必须得开个火车呀，对不对？这个脸。这开火车没法看，我觉得这咋看啊？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Turn up. 这妈啥呀，这是我some party people to jump on stage and rage with your bro. That's why I'm calling all my ravers dressed in candy flavors. Calling all my hipsters too cool to be my listeners. Calling all the scenes. 别跳了行吗？坐着我求你了，别跳了，别跳了，没啥劲，真的。哎呀。
还不行还得跳呢。Get on that party train.别跳了，快坐那儿，我求求你了，行吗？快坐那儿吧，我求求你了，行吗？快坐那儿吧。我的天，这舞蹈跳的是真棒，我不开玩笑啊，你这小舞蹈跳的真好，真是真好。舞蹈一姐现在就是非你莫属，真的。那是当然。真的，舞蹈一姐就是你。是的。我现在把它传出去。找个好打的打，随机。我告诉你，有两种现在 PK，一种是对面一个人都没有，一种是对面你根本就打不过，你懂吗？就遇到打不过的，你觉得你就说你卡了。你知道吗？你就觉得小姐你长得太漂亮，我觉得把这个传给你特别的不好，你知道吗？你长得太好看了，然后遇到那个菜的，你看他绑连人都没有，你告诉你适合这个啊。走了，再见。我的天！啊！But I'm sensitive. Coulda quit. Fuck be a sedative. It's relative, 'cause you've been pushing me out to the fucking edge. I'm about to rip all of my hair. 哎呀，我头发炸了。头发扎起来。等一下，我头发扎起来。稍等一下下。我们传给谁呢？谁有好主意？太难了，兄弟们，今天太难了。传给何琳吧，我们就传给何琳吧。可以接我这个惩罚吗？这个无脸男，这个东西要怎么搞啊？你穿个 T 恤这样套着，然后在脸上画点这个红的就行了。我可不可以不接啊？我怕打破你。我要是家里有人，我至于被打成这样吗？你接吗？不接我就换一个。我想跟你玩，但是我不想接你这个东西。那我等会传出去了，我再找你，好吧？不行，你就这把，你就这么带着，连到下一把去。你又让我带十分钟，你做个人吧。啊，何琳，这说的是人话吗，兄弟们？这是人话吗？说的是什么鬼吗？我没有这种 T 恤，为什么要这样带？这样子嘛，我用浴巾盖在头上可以吗？可以，可以，也可以，但是就失去了这种效果，你知道吗？你这个是个什么特效吗？这就是一个短袖套在头上，然后脸上画点红的呀。我就那这样子，我就用浴巾挂头上，然后画这个。可以可以可以。好，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如果瘦的太狠的话，我要医药费的哟。我们家现在过去两分钟，我们家就上了一票。队长在不在？我们来吧，中间干啥？谢雨爸爸的烟花哟，这个烟花好好看。谢谢小鱼儿的粉丝荧光棒。谢谢小鱼儿的狂欢卡。这烟花真好看。小鱼儿的狂欢卡。我家亲爱的跑去对面揍我啦！你是不是想死啊？等一下。这个在哪儿抽的？不知道哎。
我们飞机任务过了，我们加办卡，我们抽一下办卡吧。我们十个人卡可以加舞蹈群，抽一下办卡哟，兄弟们。中间玩什么你定？我们中间玩那个火影好吧？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兄弟们又是我，兄弟们又是我了，兄弟们呀！哇，这六一宝宝都旋转木马，对，我还差办卡，不成人形了呀，兄弟们！谢谢鱼宝宝，哎，这个特效好好看哦！谢谢鱼宝宝的旋转木马，哇，凑齐了，凑齐特效了，这个。又差那个什么满汉全席没出过了，后期特效了。啊，谢谢鱼宝宝的旋转木马，谢谢旧梦哥哥，谢谢旧梦哥哥的黄金礼物呀。你就走啦？完了，这个女人要叫学长了。没叫学长，我放世界，我放那个火影的音。你说啥呀？他们说不是我这么跑的，我的就是这么跑的。哎呀，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火影跑是这样的。对对对对，没错啊。对啊，我记得火影忍者就是这样跑的。我坐一下。救命啊！名字像个小鸭子。休息一下吧，要不何琳坐下休息一下。没事，愿赌服输。我要跑。啊，不会又输了吧？不会吧？鸭子走路是这么走的吗？哎呦！
救我！我们下办卡，有哥哥抽下办卡吗？肯定，肯定要，不是吧？不是吧？这就肯定就我们就，我们这就肯定要输了，不是吧？不会吧？不会吧？啊！公正哥哥救我！我们抽一下班卡，我们十六人卡可以加五道清哦，抽一下，我们抽一下吗？完了完了，对面西哥来了，兄弟们，我感觉我要没了，兄弟们。西哥，一霸王他管你叫西哥，那是宇哥吗？是叫宇哥是吧？不会吧，不会吧，不会真的要赢了吧？你是不想看我赢吗？啊，你这个小拳，不会吧，不会吧，不会真的要输了吧？我们一人抽一点吗？不会吧，不会吧，不会真的没人偷塔吧？哦，不会真的没人守塔吧？没有空翅，那我就放心了。对不住了，何琳。没事，医药费给我准备好。欧皇送掉了，欢迎骰子。啊，不跑了。守塔，守塔，兄弟们。啊。打不过你，欢迎午夜的啤酒杯。好痛啊！欢迎我帅哥哥，帅哥，我输了，要接这个，有人扛住。啊！这个动作真的跑得胃痛。刚抽了个木马，谁知道 PK 到了学姐木马，那不是很牛逼啊？木马是不是很牛逼的那个？哎呦，帅哥哥！我不会真的要没了吧，兄弟们？说到底，你还是留恋无脸人的造型，是的。兄弟们，这要接他这个，我还是留恋这个造型啊。我们有没有人救我一下吗？不会真的没人守塔吧？救命啊！谢谢南哥的666，我们还拆分卡，老头救我，救命啊！这个，谢谢我帅哥哥的春之逆心，谢谢南哥的狂欢卡。呀、yeah. ！感谢大哥，谢谢大哥保护我，感谢大哥。你，哎，我怎么点到你直播间去啊？我怎么去不到你直播间？你别这样，这是学姐的房间号给我来的。我去给你送医药费去。二千，其实这个泡脚真的可以。哈哈。谢谢帅哥哥的春之旅行，谢谢帅哥哥，谢谢我的红包，谢谢。你还要送多久啊？快赶紧的。哎，我跟你讲，我现在应该放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我。你选，你说你是要飞机呢，还是要死个球？
服你呢，我要飞机。没东西，万一等一下给你出两个呢？谢谢何林子的飞机，进来洗澡。谢谢。好了好了，别说了别说了，主播就别说了，主播就别说了。谋了，我还真谋了。好，拜拜，你就传给下一个吧。这个音乐。兄弟们把我抬走吧，兄弟们。兄弟们把我抬走吧，兄弟们。嘴角流下了泪水。我二十号考试，我二十号考试。我们再换一个人传吧，兄弟们。我们再换一个人传，看能不能传出去啊。传给谁呀、啊？现在这个点，感觉谁也传不出去了呀。哎，菲菲在 PK， 这咋整啊？我们这不废了吗？我们这传给左一，左一在 PK。不会吧，不会真的一个都传不出去吧，不会吧，不会吧。哎，我们看一下还有谁可以传出去啊，就是还有谁会接啊，我看一下。我们随机传吧，随机传出去吧。小姐，你可以传我的这一套吗？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现在看不到。你这是那个无脸怪是不是？是的，是的。那这头是怎么搞的呀？就是弄个 T 恤套上就行了。哦，欢迎二营长，可以吗？好接吗？好好接，认识。要不要接、啊？谢谢帅先生的帮忙。那好吧。兄弟们，该不会这把又传不出去？不会吧，不会吧，不会这么惨吧，兄弟们？那个，中间玩什么你定吧。
晚安，晚安，三三哥，晚安。什么飘屏啊？能把张鑫带回去？晚安，三三哥，晚安。中间你定吧。可以玩玩什么举重什么的，你看如何？好，可以。那就不说了。举重是吧？对。还有潇洒呀。完了，三三哥也走了，我们最后的希望没了，兄弟们。兄弟们，我们最后的希望没了，传不出去了，兄弟们。最后的希望没有了。这是什么呀？高锤，这泡泡。被爆锤吧，要被 M 吗？今天唇膏用了大半管，是的。这才播到哪到哪，才播了三个小时，怎么就下班？起码得播到两点钟，起码得播到两三点才会下。欢迎椰子哥。漂亮的学姐，不是吧，椰子？这你都要嘲讽我？八百。今天 BGM 有专业团队承担，是的。椰子的。哇！谢椰子哥的火箭。啊，我感觉我要没了。椰子椰子我爱你，椰子椰子我爱你，兄弟们，我感觉可以传出去了，兄弟们，兄弟们好起来了呀，兄弟们，谢谢平台的小大气啊，感谢我椰子哥，太难了，兄弟们好起来了。哎，不是我几个人，这么多人冒蹭，谢谢，对面有老公粉，完了，兄弟们，完了完了完了，我感觉这个要一直让我带到下播了，不会吧？举重是不是？还没捂热乎，刚刚抽到了，还没捂热乎，没事儿，我帮你捂热乎，欢迎我尖叫哥。不是吧，不是吧，不是真的要赢了吧？不是我会真的单身吧？小泉，我跟你讲，你长这个样子就是要单身，你天天诅咒我，让我不赢 PK， 我今天就要让你单身，我告诉你。不用谢。椰子哥，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不用谢。对面的兄弟冲一冲，小泉哥这不做人了呀！小泉哥这不做人了呀！小泉哥这。上辈子你肯定单身，下辈子你也就习惯了，哈哈，好悬呀、啊！不是吧，不是吧，不会吧，不会真的这么惨吧？完了，我感觉没机会了，兄弟们，传不出去了。我还觉得我要凉了。那我们人都死了吗？这个空的火箭，兄弟们，完了。这破了火箭，传
不出去了呀，完蛋了呀。这是木斯的杯子啊，木斯从什么来的呀？快芒果，浪费了你，这要吃谁？木斯啥时候来了？那会儿没有半点太阳，尤利安笑死我了，他跟我说你们把张琪带回去。明天开播还带着无脸男的造型，不会吧？不是吧，兄弟，不会吧？不会吧，兄弟，我觉得我好无助啊。你这谁给你传的呀？跟打算谁？跟大伟伟玩的时候传的。啊，我今天传的。这啥呀？我今天传都传不出去这个。那你今天下山了吗？不是，他是刚才中了那个吧？中了那个海鲜。谢泡面哥的指环，他刚做海鲜呢，从哪里来了？谢谢 W 先生，谢谢温柔客人，今天要逃魂，你咋了？那就冲八级，你要他上单呢？上山怎么穿？这打不了先生，这个是吗？哎，这个是美女，你谁？是我。是没了呀，兄弟们，没了呀！该说不说，是真的惨。最后的五十鱼翅，泡面哥五十鱼翅没出啊！你应该用新的那个，你应该抽新的那个礼物，不应该抽旧的。学姐，这个传不出去了，学姐这个太难了，兄弟们。谢谢大姑娘，谢谢。噔噔噔噔，欢迎火哥，完了，没了呀，兄弟们！啊，我输了，惩罚是啥呀，小姐姐？嗯。你输了，你就换个胡子吧。好，兄弟们，越传越多，兄弟们越传越多呀！我要找个笔。你怎么就开始找笔了？这把我输了呀，我家没人了。嗯，火哥，好吧。完了，我没有那个。今天画满脸下播，兄弟们有没有最后的奇迹出现？没有，我知道。你要杀我？哎，不是吧？有奇迹吗？不是吧？是吧？不会真的这么惨吧？啊！哎，画吧画吧。有没有？哎，没有奇迹出现，我发现了。好了，小姐姐，我撤了，拜拜。好，拜拜拜。啊！兄弟们，脸不够了，兄弟们，脸不够画了，兄弟们，兄弟们，脸不够画了，兄弟们。兄弟们，脸不够画了，兄弟们，脸不够了。
欢迎神西哥。这啥？这有啥好看的呀？我的妈呀！豆豆睡觉去了。兄弟们，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兄弟们，没关系，我们再去冲一次，迪拜富婆，这造型确实有点像，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兄弟们，这个白色的有点太扎眼了，我感觉，换一个颜色吧，换这个吧，和我的衣服形成配套。我今天就是 PK， 就是没经历什么，也就是 PK 老叔吧，换一个吧。兄弟们，走左一去走，冲！现在是想买羊肉串的，还是白色吧？哎呀，我的妈呀！哎，我这头发。还是白色吧，兄弟们。没啥男主播呀，主要是。哎，我怎么找不到左一直播间了？我家真的是没有一滴都没有，可以接我这个吗？我今天 PK 了四把，没有一把是过百的，你知道吗？你觉得我家，你看我这个造型，脸上画成这样，你觉得我家有条件吗？你觉得呢？你看一眼，你觉得呢？今天太难了呀！今天你觉得我有条件吗？你看看我这个样子，你觉得我可以吗？谁知道呢？万一你这把对吧？家里看你被打得那么惨，都不夸你这是一把传下来的，还是好几把？好几把传下来的，慢慢的就变成了这个模样。那你想传给我什么？我想传给你这个头套加这个红色的。你不行，你只能传一个。那就传这个头套。这个头套跟这个红色的是一起的，他们是一把的，这是无脸男造型。这个胡子是上一把的，
我真的必输的呀！我家这件事真的一点条件都没有，我就 P 了四把，四把一把是一把都没有上100票，我今天对 PK 我都绝望了，真的，我都不打算 PK 了。输了就传好吧，我输了你再跟我说个惩罚。你这还有啥好惩罚的呀？脸上还有别的，这都白色的，这身上还有呢，你还能惩罚呀？我看我瞅一瞅你这，你把脑袋正过来给我瞅一眼。你这好诡异啊！你要是输了的话，你就你这是画哪里呢？我这瞅一瞅。那这都有啊。你给我套一个大头套，让我画两个红的，我就给你画那么一点点。你真当我赢那么好啊？我跟你说，我这还有这么多，你画想怎么画？来，你看剩下的地方都能画。跳！你要是输了，你就把你脸蛋这一块空白的地方给涂黑，好吧？可以，可以。好吧，我能涂红吗？我眼线笔没墨了，我涂红吧，全涂红，好吧？谢谢我们皮卡丘的办卡，谢谢我们女装的星球，谢谢。那我们过程呢？过程就简单点嘛，举重好吧，举重。好，来吧。兄弟们，这一把要加油啊！中间扭腰吧，中间扭腰吧，好吧。我刚上一把是举重，中间扭腰吧，好吧。行，都行。兄弟们，加油啊！这把。我的天哪，有人吗？有人救救吗？你声音好小，我的妈呀，哎，我好辣眼睛，哎呦我的妈呀，太辣眼睛了，W 先生太过分了，刚刚在对面给我火上浇油，谢谢 W 先生的钻戒，起码得是一个飞机的医药费吧。 W 先生，你这个给我打的，青青草原最嚣张的狼今天咋被打成这样了啊！我不嚣张了，谢我们的办卡。这你都知道，我看的，对呀，啊，我都监视你在对面对给我火上浇油了，你不得刷个飞机啥的，你这说得过去吗 W 先生？哦，谢谢我们西哥的摩托，谢谢我们西哥哥，谢谢。哦，你，我的妈你！哎，兄弟们看左一扭啊，我这有什么好看的？左一说没过百，我跟你讲，我连谁家都没条件，一打我全他妈有条件，所有人打我都贼有条件。我跟你说，我真的，你知道，我刚刚还在跟他们说，我今天很难很难，我今天连了好几把 PK， 真的100票都没过，真的没有过。以后你难的时候就连我，就变得贼有条件，反正一打学姐都贼有条件。你知道学姐为什么这么惨吗？为什么？怎么？他怎么了？我太他妈欠打了！谢谢谢谢唯一哥的可乐鸡翅，我们要被砸炸弹吗？我们有人砸砸弹弹吗？不是吧，不是吧，这样都有人想看我扭。谢谢我们的鱼丸，谢谢！救命啊，保护我，放左一呀，啊！哇，谢椰子哥的飞机，感谢我椰子哥推塔双倍啊，兄弟们冲啊！推塔双倍，兄弟们！哇，谢我椰子哥的摩天轮，感谢我椰子哥的推塔！耶耶！哦，然后今天
学长不在，他就被揍了是吗？哎，这样，哎，左一这样行不行？我们两个来把大的，如果我输了，我把剩下的地方能涂红的都涂红。你要是输了，你把我全套都接了，行不行？那我没有赢的胜算的呀。哎呀，我们赌一把嘛。嗯，我你这让我怎么赌？我家里是啥也没有，我不吃了，妈妈。说不定呢，你家不是每次打我都挺有条件的吗？你这么欺负人吗你？好吧，那你就你别逼我，你别逼我，微信摇一摇，我给你摇一个附近的大哥，我给你过来，我跟你说。你别逼我充黑鱼翅啊！你别逼我叫公司号啊，左一。来叫公司号，那我们比谁会叫，好不好？我不飘了，兄弟们，还是原来的吧，不飘了，兄弟们。自讨苦，别自讨苦吃。有没有人砸蛋？反算了算了，还是原来的吧，我怕我等一下输了更加惨。有没有人砸蛋？返钱了，返钱了。一个成一个乐园返三千。一个皇冠，一个魔法棒，反三反。我们家反三百，有人砸吗？有人砸蛋吗？椰子哥每句话都复制了，生怕我自己找打。椰子哥说，生怕我被打。返三百三，干呀！现在充值都来不及救你了。我觉得我们有机会，兄弟们，我们有机会的，兄弟们。那欢迎野马哥，我们有机会的。欢迎我野马哥。野马哥。野马哥，野马哥，哎呦我的妈呀！野马哥，野马哥，笨猪哥睡觉去了，野马哥，笨猪哥睡觉去了。谢我们西哥的魔法书，谢谢。我们砸一个魔法棒吧！我们砸一个魔法棒吧！这把有机会传出去了，耶！谢谢我们丹岛哥哥的蛋蛋，谢谢我们丹岛哥，谢谢我们西哥的魔法书，冲呀！不要啊，对面大哥！谢谢他欺负我。休息吧，休息吧，一分钟。不会吧？休息吧，休息。他们家肯定有人守塔的，我们家有没有人砸蛋蛋？砸魔法棒，返三百，返四百，返四百，有没有人砸一下的？还有三十秒，只限这三十秒啊！不会吧？不会吧？完全没有人踩我，真的返钱都没有人踩了吗？不会吧？哎，你放心，你家最后肯定有人给你守塔的。我的天哪！如果就差三十票，我们输了，那是真的不。不会吧？谢谢我们西哥的狂欢火箭。我的天哪，谢谢是真的逗啊。不是吧，谢谢是真的逗啊。
真的，我之前连了好几把麦，我都是提前去看了的，就是跟别人打的时候都没条件。我瞅瞅你们，你是被谁打？你怎么样被打成这样？他们那些人打跟谁打都没条件，我看他们 PK 一把 PK 100块钱左右。一跟我打呀，全都飞机大炮火箭都上了呀，兄弟们！我就看看你这咋了呀？我看你今天怎么这是咋了？被打成这样子，我看看，哎，我怎么搜不到你了？谢谢我们西哥，你这榜也挺牛批的呀！这，牛批！你好了好了，变成这样吗？你少花点，少花点，少花点。牛逼能变成这样吗？少花点挺难的，挺难。我今天数学也挺难的，少花点，少花点，少花点。我真的，我是斗鱼 GDP， 你知道吗？少花点，少花点。好，拜拜。不，学姐摸摸学姐，加油，加油，学姐，我的铲出去。拜拜。兄弟们，我画这个脸，这 iPhone 人脸识别都识别不了我了，兄弟们。晚安，椰子哥。兄弟们，兄弟们呢？兄弟们呢？我们随机吧，我们去随机吧。我怕随机的又他妈的找到更可怕。我再去挑战一次大伟伟。我要跟大伟伟说一下，雪加个好友，不加，你给我打成这样了，还想加我好友？大伟伟，你知道吗？
我越传越多，我跟你讲，我是按照你说的，你知道吗？每把 PK 之前，我先去，我先看对面，我去看他们打 PK， 一把 PK 100块钱都不到，你知道吗？我想说，哼，连一连上我对面飞机、大炮、火箭什么的都上了。不是我真不撒谎，你现在只有一个机会，就是再传给我，其他你谁也打不过，你信我？是的，所以说我决定背水一战。背水一战，你想屁事呢？我大哥都在了。我新来一个大哥，60级公爵，那我说今天晚上谁来都不好使，见谁干谁。没有没有，杨远哥，我不是这意思，我找别人去吧，我随机一下吧，我不是这意思。没事没事，来吧，娱乐，杨远哥这把不上，来吧，干。我不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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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等一下，我再传一个传不出去，我再找你传。等我家来个大哥。你再找我，你再找我来，我也不会接了。再见，那祝你那祝你下巴还传不出去。来，那就来。那我不接了，我不接了，我不接，我觉得我被动了。啊？什么被动了？我觉得我被动了，我觉得。我想看看。被动了。马老二，马老二在我旁边说：“师傅打的，这把马老二上。”咋了？马老二上看不起马老二啊？我的天哪！看不起马老二是吗？我的天哪！马老二好歹是个子爵。45级。不是，你的直播间怎么那么黑呀？为什么都那个都砸不出来？我直播间，我告诉你啊，现在砸这个太多，反而砸单更好出，真的。今天直播间硬赢过，在一个小姐姐直播间直接一发入魂出乐园，一发真的，一发入魂。现在乐园好砸，你知道？别砸那个，知道吗？我感觉我刚刚是韭菜。啥？我说我本来想去抽个什么飞机啥的出来的，欢迎帅哥。我想去，我先去对面打探一下敌情啊。没有人，有人我能是这样？我也没人啊，这事儿啊。你为什么？我看你跟别人打都100块钱，你为什么跟我打那么猛啊？打我，这是为什么呀？他们说因为我欠打。对，谁说的？说的对。徐姐不让我两次啊、哦，那我懂了，哥。这把右手哥呀，右手哥给我砸个蛋，右手哥抬一手，右手哥呀，右手哥哥，右手弟，喊哥哥不好使，喊弟弟，没事儿。那我们的过程我们就，你定吧。过程我们就举重吧，好吧？或者你他传一圈，他传一圈都传不出去，他传一圈都传不出去。他传一圈都传越多吗？多俩红嘴巴，还多啥了呀？还多了个胡子。嗯，那这把你肯定也传不出去，你信我，我不撒谎。我打了3把平，每一把赢，连输3把，被对面都这么有条件吗？对呀、啊，我一开始我连之前我都看，我明明上一把 PK 他们都没有条件，一跟我连那飞机大炮都出来了，真的。你怎么跟男的似的？你怎么跟我似的呢？真的。我给你介绍一下，有一次跟三儿一个也是一个跳舞区小姐姐上把打了1块，打我打4000。我上把看左一跟对面打100块钱的 PK 条都不到，跟我一打了2-3天。那个何林也是的，上把 PK 100多块钱，一跟我打2-3天。咱俩好像能激发出来战力值，我操，咱俩还是牛逼的，真的。斗鱼要失去咱俩，斗鱼退市了，你知道吗？斗鱼股价最起码掉20%，真的不能失去咱俩，真的。就这样，我感觉就这样，很正常的。主要是咱们有点欠儿，有时我也欠儿，但是不欠儿没有节目效果了，你说是不是？真的。对面啊，能不能给点力？对面这事儿啊，就上3毛钱想打过我，我的天！感谢我蓝旗金枪大哥，这大哥我不撒谎，给我送1块钱的大哥，每天直播都来看我，真的，1毛钱没刷过，这是第一次。刚才给我刷了1毛，这又刷了1块，给我刷1块。谢大哥们的鱼丸，谢大哥们的鱼丸。鱼丸是肯定打不过我，嗯，现在按兵不动，必有后手啊，子然，这把必有后手。你知道就行。哼，这把必有后手。这把我要是，你怎么又开始？我操！你怎么就知道吃？你不行来美食区吧，这事儿啊。你不行来舞蹈区吧。好家伙！我的天，怎么就知道吃呢？整天就是吃！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孜然呢？哇，我好害怕呀，孜然呢？保重啊，后手就是输了下播，你怎么知道啊？我的后手就是输了就下播，我就这么想的。你播了几个小时今天？播了三个半小时。那咱播会儿，再播会儿，再播，坚持坚持。现在别总忘后半夜啊，后半夜都没人，真是。是的，我发现了，还是得早播。对，后半夜特别惨，真的特别惨淡，真特别惨淡，真特别惨。怎么现在后半夜大家都不看直播了？不知道，大忙啊！我的天 ，YQ 来了，好家伙，那大哥们不都得挣钱？不挣钱怎么给咱刷礼物呀？我这姚元哥天天一边上班一边给我刷礼物。你刚刚说 YQ 来了，我想问什么 YQ 是什么？YQ 嘛 ，YQ 又来了 ，YQ， 注意，真的别总出门啊！嗯，兄弟们啊，对了，你举重啊，你落后怎么不举重呢？我领先，谁落后啊？3块钱，那么10块钱开始吧，3块钱太少了。哎，吃重了，继续吃吧，继续吃吧，你最近瘦了，我一看瘦了，最近瘦了吧？最近胖了。有没有大哥上点上个蹦卡啥的，有没有大哥上个蹦卡？感谢大家的鱼丸，上个蹦卡啥推推他，兄弟们，哎，上点一毛钱的礼物也行 啊对呀，我没收到私信啊，我没收到私信啊，一毛钱也行啊，上点一毛钱的小礼物。感谢大哥呀，感谢江梅哥呀，谢谢江梅哥的这个小糖果，谢谢，还有多狠，兄弟们，江梅哥来了，完了。开始举重吧，7.5块了。你不是10块钱举重吗？我这是75，你看清了好吗？75。75不就7.5块吗？75.5块。还有个小数点了，没看见吗？哎，我问你，一般晚上播到几点，差不多就没人了？一般播到这点就可以下了，我不撒谎，真的。后半夜你光上挨揍了，您信吗？您可以去试试。我不用试，我不就这样一直在挨揍。我要有人啊我。3点以后就少了，我也觉得，我一会儿这把输了下播吧，赢了光荣下播，输了就悲伤下播。哎，打得太焦灼了，这小逼分这事儿啊。哎，你家现在都没有3票吗？他会不会喜欢上我呀？喂，我害他这样了，姚元哥，姚元哥应该是。这个吧，看这个女的怕怕，做什么噩梦？这是新来的，请问这个物种在《山海经》里第几页？会的哥，会的哥。姚远哥，你给我等着，真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有时候就是这样子。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姚远哥。你给我等着。我的天，他家奔主要赛了，不得给我打妮儿里去，这事儿啊，不要太善良，那不要太善良，那。自然骨子里还是行的，真的，还是要跟你干的，那。还 diss 呢，他 diss 你大哥呀，不是我挑刺儿大哥啊，他 diss 你姚元哥，他 diss 你，看了吗？他给你做这个表情，姚远哥这一把就7.5块，看不起我大哥呀！我的天哪！等一下，我们火箭收塔啊，兄弟们。那迟到的，我说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我们弹幕说，那迟到的可真有些久。哎呦我操！太有才了，我操！太有才了，我操！欢迎怪一哥呀！欢迎怪一哥呀！还有1分钟，充值，兄弟们！这把充值，真激烈，真激烈！我的天，真激烈！我的天，充值可以充值了，兄弟们！真激烈！
我告诉你，真的，在这个社会里，如果我们想活下去、混下去，善良是一个缺点，知道吗？是的，我们要让对面感到害怕。嗨，我们给他打服了就完事儿了。我的天哪！正义往往会晚很多。跪一个，用背帮我们抬一手，抬一手，抬一手，大哥，抬一手。兄弟们，抬一手。神西哥，你只有你了，全村的希望了，我神西哥。哇，谢唯一哥的18个能量戒指。对不住了，我们先领先一步了，遥远哥。神西哥，全村的希望了，神西哥。谢我神西哥的10张狂欢卡。对不住了，遥远哥。完了，完了。每天一个平平无奇输 PK 的小技巧，我操，60块钱没送卡丁车呀，我操！兄弟们，守塔，感谢陈峰哥的魔法球，哈哈哈！你又输了，大伟。谢大哥，谢大哥给他面子，我懂，哥，我懂。我懂，这个是故意的追击，我懂。我，哎呀，醉了，怎么醉了呢？我应该这么说，卡了。大伟，来给我拿个 T 恤，来个 T 恤，大伟，我去，正义，没事，不会迟到吧？行，就他了，嗯，我的天哪，这是国姐，太看得起。这是马老二啊，马老二嘲笑他，赢也就80块钱，嘲笑他，他才80块钱，就这点就惩罚了就，我的天哪，哎，子然拉了就82块钱，哎呀，啥也不是啊，啊，赢得怎么那么难受，兄弟们，赢得怎么那么难受啊，兄弟们。太难受了，兄弟们，这赢得难受啊。嘲讽团大队长马老二，那嘲讽就完事儿，啊，对不住了，拜拜。我的天哪，我下巴就传出去，太简单了，这事儿啊。我 OB 你啊，我看你能不能传出去。行，再见。拜拜，再见，拜拜。赢了跟输了一样，怎么感觉像是赢了跟输了一样？对啊，今天录像保存剪辑一下，好多素材啊。嗯，我下播了哈，兄弟们，明天早点播，我今天得下播了，要不再播一会儿吧，好不容易赢了，必须得嘚瑟一下，再多播一会儿。等一下。
要去拿报告呢，还是得早睡，兄弟们，还是得早睡，明天得去拿报告呢。我还是下了吧，还是下了吧，明天得去拿报告。你说太对了，小肚子，我差点忘了，我要先下了啊，宝宝们。我先下了哈。晚安。